欢迎来到九州幻想 M 的直播间，我是花小花。如果你还没有给九州幻想 M 的 FV 按赞的话呢，你可以立刻手刀冲去为他们按赞一下。最新最快的资讯会在我们的九州幻想 M 的 FV， 当然在我们九州幻想 M 的官方 LINE 上面也是有的，记得要点击追踪一下。或者你想要加入我们的全服官方讨论 LINE 群的话，请点击猴子头，在右边有指引的路径。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有 APK 的版本哦，你可以前往九州幻想的官方网站去下载，每天连续登录会有特别的好礼在等你。当然通过我们的 APK 版本进行储值的话呢，会有这个额外的比例的部分的不一样哦。如果通过我们正常的版本的话，储值比例是1:1.8，如果通过这个官方网站和我们的 APK 版本呢，是直达官方网站的储值，我们的领域储值比例是1:2。如果你想要储值效益最大化的话，建议你前往九州幻想 M 的官方网站进行储值，包括月卡，包括每日的限定礼包也可以在上面购买哦。所以请特别注意，每当有活动出现的时候呢，都要特别储值一下，因为这样的金额呢会差非常的多。我相信如果你是 VIP 的玩家，在每个月都会收到我们的 VIP 客服姐姐为大家发放的您本月的消费的具体数额跟最好的储值方式。如果你在游戏进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您可以先点击左下角的设置，点击上传日志，然后呢再点击我们的猴子头向客服姐姐进行回报哦。然后记得跟客服姐姐说你在几几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有上传过日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工程师哥哥跟客服姐姐快速的排查问题，为您更快的解决您遇到的麻烦。你也可以把你遇到的问题抛在我们的官方讨论LINE群哦，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工程师更快的知道它产生的 bug 问题，也能尽快的为全服的玩家进行修复。这边还有刘翔姐姐的特别小提示哦，她提醒全服的玩家记得要前往九州幻想 M 的官方网站，记得去领取每月手机绑定的序号，兑换的方式请点击左下角的设置，点击齿轮再点击兑换就可以了。最后如果你有闲情逸致想要收听我的直播回放的话呢，可以前往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搜寻花小花，或者是搜寻九州幻想 M， 你就可以找到我了。时间来到晚上的18:08，你现在所在是九州幻想 M 的直播间，我是小花，大家我安哦。所以很想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在吃晚餐哦？吃晚餐的内容是正宗盘古吗？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名字叫《我鼓励你当一个不好惹的人》，然后让我把队长丢给忘忧一下，一笑给你了。
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新入职一家公司，但他的前辈呢是一个比他年长几岁的小哥，一开始觉得相处还不错。前辈经常带着他一起吃饭、喝个咖啡什么的，费用也都是 AA 制。后来慢慢的，这位前辈就以自己手头事太多，要处理下消息等理由，让他去买单。前几次的饭钱、咖啡钱，朋友都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前辈没有主动给，他也没有主动去要，他觉得百来块钱就当是请客了。报答前辈的照顾之恩也是应该的，但渐渐的，这位前辈好像就开始默认了找他买单就可以不付钱的这种好事。不仅是饭钱、咖啡钱不给，还开始使唤朋友给他买私人物品了，甚至有几次还让朋友去接小孩下课、给妻子送钥匙等，做一些工作范围之外的事。入职一个多月来，饭钱、咖啡钱、打车钱、烟钱等等累积的金额越来越多。朋友一边觉得自己毕竟还是个新人，之后还会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不知道怎么说出口，一边又很心疼自己垫付的钱和额外负担的杂事，就这样一直处于纠结当中，独自烦恼。在《生活大爆炸》里说，你太善良了，这个世界将把你啃得尸骨无存。柿子总是挑软的捏，你越隐忍，别人就越觉得你好欺负。人啊，宁可让别人觉得不好惹，也不能让别人感觉好欺负。一味的退让，只会让其更加得寸进尺。学会拒绝，才能收获一份良性的关系。所以我鼓励你当一个不好惹的人，不要过分的热情，也不要过分的讨好，能保持善良，也能兼备锋芒，能温柔有爱，也能坚强硬气，如此方能在为人处事里游刃有余。一直很喜欢演员毛晓彤，外表看似温柔柔软，实则内心刚强无坚不摧。当年撞见前男友出轨现场，她三小时内火速打包行李搬家，和烂人撇得干干净净。分手多年，没有只要说过男方一句坏话，依旧给对方一分体面和尊严。但当对方一开始洗白，反倒给毛晓彤泼了脏水，她便显现出自己不好惹的气场，直接放出证据锤爆渣男，获得吃瓜群众一致好评，干净利落。与此同时，毛晓彤还有一个因吸毒坐牢、家暴母亲离婚的垃圾生父，成名后到处上节目控诉毛晓彤抛弃他，并要求毛晓彤一次性支付50,000人民币的赡养费，但毛晓彤选择置之不理，一分钱都没有让他得逞。连连遇到多个垃圾人、多桩垃圾事，但他却从未被打垮，不会撒娇发嗲、哭哭啼啼卖惨扮受害者，也不会撒泼痛哭骂大街闹得天翻地覆，而是逻辑缜密、手段凌厉、思路清晰、不慌不忙的应付，不给对方任何胡搅蛮缠的机会。就像毛晓彤自己说的那样，不要低估一个女人处理问题的勇气。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要这样的狠劲，才不至被人看清、被人欺负。做人其实很简单，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可以善良，但绝不能软弱。余华说，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人还犯我，还他一针，人再犯我，斩草除根。对付那些不怀好意的坏人，摆出你的态度，使出你的手段，才是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作家武志红说，成年人之间谁也不容易摧毁谁，当别人感知到你是一个不好惹的人时，你反而容易得到尊重，也容易收获好的关系。有一个网友说，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哦，她和她老公结婚两年，老公呢是在农村出生的，两口子在成都买房，女方家里付的是全款。一开始婆婆以为北方农村不好过冬为由，要来成都跟他们一起住，不想让老公为难的她，
也就同意了暂住一段时间，等天气暖和一些再回老家。但随后老公的弟弟妹妹也经常来家里蹭吃蹭喝，生活习惯三观不同，容易起摩擦。小两口本来平静规律的生活被闹得鸡飞狗跳。有一天她听到婆婆讲电话时抱怨她养的小狗太娇气，还要喂进口狗粮，说要找机会把这个浪费钱的玩意儿拿去市场卖掉。网友这才忍不住发火，同住以来的所有怨气都瞬间爆发，拉着婆婆大吵一架，让老公把婆家人立刻都送回家，以后不要再来家里住，否则离婚，让她净身出户。一直以为她脾气好的婆家人见她这泼辣的样子都吓坏了，不敢再来打扰和占便宜，至今也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距离，关系反而比之前住在一起好多了。常常被夸性格好、脾气好、好相处的人，其实都活得非常的憋屈。往往要为了照顾别人的想法、忍让、退步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陈丹青说过一句话，我几乎从来不生气，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但我不生气不代表我没有脾气，我不计较不代表我脾气好，如果你非要触摸我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我并非良善，笑脸给多了惯的都是病，我愿意惯着你的时候你也得有原则，我不愿意惯着你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是。我鼓励你当一个不好惹的人，做一个不好惹的人，不是让你刁钻刻薄招惹是非，而是学会守住底线，不要成全了别人恶心了自己，学会拒绝别人，不想做的事不做，不想交往的人不交，学会拒绝别人不想做的事。做一个不好惹的人，不是让你抛弃良知做个坏人，而是在保持善良的同时也要留有锋芒，不允许别人随意冒犯，也不会轻易去冒犯别人。做一个不好惹的人，不是让你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而是让你先爱自己温暖自己，再保留力量去拥抱别人。可以老实但绝不能软弱，可以宽容但绝不纵容，按照自己的节奏把小日子过好，保护你想保护的人，过你想要过的生活。往后余生，愿我们都有勇气说不，有棱有角的活着，想哭时任意流泪，想笑时尽情发挥，真实不伪装，丰盈不庸碌，随性洒脱，快意人生。我从不感谢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不感谢那些挫败苦难的日子，我只感谢曾经从沼泽中走出来的自己。
一个人看悲剧电影，感同身受的同情，还不愿相信我已失去你，自我催眠你还在我身边，从没有离去。我拒绝别人的关心，拒绝追求者的靠近，拒绝明媚的阳光照进心里，享受着孤寂。我拒绝学会去忘记，忘记那曾经的甜蜜，只是再没有身份去靠近你。我拒绝别人的关心，拒绝追求者的靠近，拒绝明媚的阳光照进心里，享受着孤寂。我拒绝学会去忘记，忘记那甜蜜的曾经，只是再没有身份去靠近你，只是再没有身份去靠近你。你的企图我瞬间就能够解读，假装后路你的演技让我佩服，一秒幸福对我来说太过短促，对于我你并不踏实，你会扮哭却不知道这很幸福，把你排除外表光鲜得太糊涂，我很顽固绝对不做你的俘虏，你再不离开我就对你大声说不，别靠近我哈，如果只是因为我的美 sorry，我不喜欢白开水，别靠近我哈，如果你的心里有个鬼 Let's wait， 你的力气都白费，别靠近我哈，如果只是寂寞在作祟 Sorry， 连我都为你惭愧，别靠近我哈，如果你那样的自以为 Get away， 你以为你是谁，你的企图我瞬间就能够摆脱，整个疼痛，一秒幸福对我来说太过短促，对于我并不特殊，你会反哭却不知道这很幸福，假意排除外表光鲜得太糊涂，我很顽固绝对不做你的俘虏，你再不离开我就对你大声说不，别靠近我好，如果只是因为我的美 sorry，我不喜欢白开水，别靠近我好，如果你那样的自以为 Let's wait， 你的力气都白费，别靠近我好，如果只是寂寞在作祟 Sorry， 连我都为你徘徊，别靠近我好，如果你那样的自以为 Get away， 你以为你是谁，
别靠近我，如果只是寂寞在作祟 ，Sorry， 连我都为你惭愧。别靠近我，如果你那样的自以为 ，Get away， 你以为你是谁？不想起床，好困哦。花花，音小声一点。我还没清醒，不要那么大声。花花花花，刘翔姐姐，她，她又怎么了？不会是卡到音，不然就是闪到腰，再不然就是扭到脚。哎呦，没有啦，哪有每天都那么倒霉啊？是刘翔姐姐，她进去洗手间已经一个小时了，一个小时，你知道吗？孩子都生出来了，她还不出来。那你叫她。我叫了，她不理我。哈，我们家只有这一个洗手间，不是吗？对啊，我们帮派那么小，就那么一个洗手间。刘翔姐姐还不要脸的霸占了一个小时呢，她会不会在里面上睡着啊？哦，那我觉得她可能是拉肚子。好，拉肚子一个小时，肠子都出来了。刘翔姐姐，刘翔姐姐，你快出来！马桶她不喜欢你，她喜欢我。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刘翔姐姐，刘翔姐姐，你快出来啊！我要上厕所，我快憋不住了。我早上喝了好多好多的奶茶，求求你快出来！啊，都三个小时了，他还不出来啊？对啊，我快不行了，花花，救命啊！不然你去出去多快，我们家陆医生的那个超大的浴室里面上厕所好了。啊，对哈，我怎么忘了我们家孩子爸爸有个超大的浴室，我好笨哦。哦啊，我不行了，救命啊。哎，你裤子也不能一边跑一边脱吧。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的九州幻想 M 的官方网站可以购买我们的月卡了？知道啊，还可以一键购买，要比我们的游戏当中便宜20块新台币哦。哇，便宜这么多啊，而且方便好多。如果买一天可以省20块，买两天就可以省40块，买3天就可以省60块。哇，买了100天之后就能省2000块。你想的有点太远了。现在在我们的九州幻想 M 的官方网站直接购买的话也方便了很多，只不过香港的朋友可能就没办法直接购买了，你必须要有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信用卡，或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蓝星支付，或是我们的绿界支付，或是我们的后支付，或是我们的 ATM 转账哦。那这样他们有点可惜哦。不过他们也可以购买 My Card 点卡来储值啊。对啊，所以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储值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信用卡储值，尤其是我们的 My Card 储值哦。尤其是使用我们谷歌商店储值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谷歌 Point 哦。我们的谷歌 Point 呢，可以通过你的消费进行积点，我们得到的谷歌 Point 点呢，可以兑换更多不同游戏的虚宝哟。不仅仅是九州幻想 M， 未来你玩任何的游戏，它都可以兑换虚宝，所以不要忘记喽。那我们通过Apple 商店跟谷歌商店还有 MyCard 出资的比例是1:1.8，通过我们九州幻想 M 的官方网站出资是1:2哦。如果你要出资，请特别注意咯。这边还要提醒大家，要出资的时候要看一下现在的活动哦，它需要使用什么样的出资方式，什么样的金额才能效益最大化哦。对啊对啊，谢谢大家对九州幻想 M 的支持，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努力，让更好的游戏、更少的 bug 陪伴您。
好了，台北时间来到晚上的18:29哦，这个，哎，我的妈呀，那个小广告一放了，小广告一放就都要30分了。好了，又到了30分，要回归一下，回归是什么东西？要回顾一下我们序号的部分了。来，收听完序号的部分才进行今天正式的部分呢。那我今天为什么有点口吃？哎，一定是真处女巨蟹汉搞的。下面请收听序号的部分。我们第一个要兑换的序号是 9S5555， 第二个兑换的序号是 9S5555， 第三个要兑换的序号是 9S8888， 第四个要兑换的序号是 9S6666， 第五个要兑换的序号是 9S9999。那么在我们的2020年11月25号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些实况主为我们带来了一些精彩的游戏推荐呢，他们也附带了一些相应的序号，这些序号当中呢有附带了4000的荣誉值哦，请你千万不要忘记兑换了。首先来自小莫主播的序号是 INK520，来自平民百姓主播的序号是 GOG8，GOG8。来自国栋主播的序号是 BD94OP，BD94OP。大鱼主播的序号是 YUYU520，YUYU520。Mita 主播的序号是 MITA520，MITA。520，小健主播的序号是 JIAN777，JIAN777，小熊主播的序号是 YUNIKO，YUNIKO，于西主播的序号是 UC520，UC520。在我们的开服之城呢，有封测哦，有封测的玩家有附带一个称号，现在是开放给大家领取的，不知道大家领取了吗？他的兑换序号是 JJGIFT2020，JJGIFT2020。好的，在我们过年的时候呢，也有附带两个新的序号哦，这个序号当中会有我们的换灵符哦。首先第一个序号是08718，08718。礼包叫做林北抽一波。第二个序号是08946，08946，序号礼包叫林北96。好的，在我们这个限时序号当中，一直截止到4月10号的礼包哦，是我们的20184，20184。还有一个礼包是兑换好了吗？如果你错过了小花在每一次直播的半点的时间跟大家重复的序号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下播之后前往小花的 YouTube 频道搜寻花小花，花是金字旁的花，如果没有了金字旁你就会没钱花哦，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回放哟。希望我提供的序号重复对你有帮助。还有一个礼貌序号呢是59420，59420，都是你啦，跟你讲话害我提前讲了，我掉漆了，都你负责，气死我啦。哦，我的录音啊。好，台北时间来到晚上18:34了，我是小花，我在九州坏小孩们直播间跟你问候晚安了。今天是4月20号，然后今天4月20号的星期二的部分哦，然后关于天气的部分呢，等一下在我们的答题之后来再跟大家分享，包括今天星座的部分哦。今天星座的部分比较特别，感谢来自七皇哥哥的小秘书的准备哦，还蛮特别的，基本上在我那个开播前2天他就用好了，他是怕我没东西讲吗？
不过还是要非常感谢他。还有呢，还是跟大家一样，今天虽然没有周一活动呢，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每天上线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就点击我们的福利去领取我们的每日限时礼包当中的防御果实哦，两颗虽然是不要钱，但是还是要领，不要忘了啊。然后呢，来到我们的签到，签到完就要领我们的月卡，月卡领完之后呢，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来到聚宝盆哦，每天要花9000元宝来搜寻聚宝盆，然后收集我们的套装的材料啊，看你有没有好运哦。我发现你只要坚持每天都有用的话，很容易拿到最高阶的那个宝箱呢，换到最高阶红色那个材料的宝石啊。当然大家不要忘记了，如果你等一下准备7点的答题的话呢，就要去合成一下我们的这个藏宝图哦。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过我有多少个藏宝图了，我去瞟一眼一下，我先看我小号好了。哎，你理我一下，哎，你理我一下，你不要抖，你不要抖。好了，我的藏宝图有，看到藏宝图我就想去死。我有300多张藏宝图没有搜哦。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藏宝图会救你一命，所以记得哦。还有，我们现在有这个新的活动的部分呢，我们的欢乐送哦，你不知道大家没有去领取？如果你没有储值的话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有每天的7天登录的礼物。那7天登录礼物呢，你今天没有领没有关系哦，只要在活动结束前，然后都可以领到。那还有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每日的惊喜赶海的活动当中呢，这个奖励记得要去领哦，也不要忘记了。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现在遇到一个相同的情况，就是背包装不下，是六转之后的背包装不下哦。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要接近新的转身之后，我的背包永远都不够用哦。然后就是我每天都要清大概400-500封的邮件吧，我就想死都心都有了。这到底是 bug 还是有问题，还是欺负我，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背包太多？其实我一直很想跟工程师哥哥呐喊，如果你有在听的话。请问背包那个低阶的宝石能不能拿去分解换成高阶宝石合成碎片啊，或者是说可以卖掉换成宝石什么，换成那个元宝之类的。很占背包又没什么用，升又升不上去，就算你氪金然后买很多的宝石还是上不去，因为那要升很多啊，那又很占位置。好，我又升到顶了之后呢，又不能再往上提升了，啊，他又占我的背包，那像我这个强迫症，然后一定要把邮件清干净，不然会想要自杀的感觉，请问这个问题会解决吗？好，他但没有听到我前面讲这段就是屁话。反正不管怎么说啦，就是有背包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去清洁一下，不然真的会吐血。我每天想到我这个背包的问题啊，我死心都有。哎，等一下，这什么情况？好了，我的号卡住了，我的号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和蓝天，然后有各自的有各位玩家的名字，但是就只有一片大海，连人的案底。我骂完就给我卡住，是不是这样？重开，是不可以骂吗？那背包的事情真的很痛苦嘛？像比较后面的四五线玩家，大家没有这个痛苦啦。然后只有比如说六转的、五转的，像刘翔姐姐前天呢，我跟她同时六转，非常有意思。我们600级就可以六转任务结束了嘛，然后就可以正式六转，换上六转的装备啊。可是刘翔姐姐硬是搞到603级，然后才六转。他说他卡 bug 了，他那天要转的时候，我跟我同这个时间转身嘛，然后我们去解任务的时候，刘翔姐姐他就完成不了。但是我说你完成不了、哦、那我去看我能不能完成，如果我不能完成的话，我们再跟官方的工程师哥哥直接去汇报。然后我一点说我完成了，然后刘翔姐姐说他这是歧视我吗？我说可能他就是歧视你。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哦？如果你有六转的玩家，大家有遇到的问题的话，没有关系，你就像刘翔姐姐一样多升几级，说不定任务就解完了。他可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好了，现在台北时间的18:38呢，不要忘记了这个聚宝盆呢、啊，9000你花了没有呢？大家不要忘记了，从三转开始呢，我们的这个套装就可以进行打造了。所以我们一般它会提示最新可以打造的部分，不会提示到后面。比如说我们前面出这个套装打造的时候，我就是五转嘛，它就会显示五转的部分，它不会显示三转可以这个可以强化什么的。而且每一转呢都可以穿一套、哦，所以你会发现，当这个东西出来，聚宝盆出来之后呢，好像大家全世界的战力都是用飞的那种感觉哦。但是其实战力都是虚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后面四五线玩家，又是比较新的玩家，比如说300-400级这样之类的，大家一定还是要以提升我们的强化、进化，包括提升头衔为主啊。比如说现在已经出来了灵尊令啊，讲良心话，我还没有见过灵尊令，可能是我们的帮派人不够多，在打活动的时候也没办法打哦，所以呢，我也不能给大家去具体的说灵尊令卖多少钱。我觉得灵尊令应该卖25000吧，我猜。
如果你有知道的，可以欢迎跟我的官方 LINE 来提供详细的资料。我想搞不好又是苏大炮来。好，没有关系啊，这不重要啦，因为很多这个后面玩家他们现在只看到的是天启令，还没有看到灵宗令哦，所以强迫你跟大家就分享灵宗令有点过分，反正就是这样了。那具体的部分就到此为止啦。你干嘛一脸默默的看着我呀？好啊，下面给大家唱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下辈子如果还记得见，我就杀了你。哇 ！SS 的朱雀，心上出现一张美丽的明信片。翠绿的山脚，木屋袅袅的烟，但我惊讶的却是背面。你熟悉的字迹，记忆相隔多年。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可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你就这样的脱开了它，在心相见，我依旧是那个木偶后。先等着你来啦，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像是陷入催眠的指令，我一开始昏迷不醒，好吗？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一张明信片而已，我已随他走路下个轮回里。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那就这样的脱开了它，在心相见，我依旧是那个木偶后。先等着你来啦，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我一开始昏迷不醒，好吗？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一张明信片而已，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迷失在我模糊的空气里，我在你字里行间寻找一些生机。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像是陷入催眠的指令，我一开始昏迷不醒，好吗？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九一一的一首歌《下辈子》，哎，九一那首歌是《下辈子》对不对？它中间那段就是这首歌哦。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在云瑶存衣服，就是都是尸体的伺服器，我会被打死。高成师哥哥，我刚才什么都没有说过。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需要和你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
简华。能不能让你清醒？爱是快乐的事情，我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活在海一起。我看你打字，我唱错了。这个祸害，我是一直站在岸上的鱼、如果能忘记曾经活在怀里，曾经我活在你的心里、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有趣，又能在一起。好，我们唱《我是一只鱼》，那就还是接任贤齐的歌好了。这是心太暗，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谈。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了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连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是想想还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散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你并没知道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这歌什么年代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哎。但是它的这是新的改版的伴奏，然后是发行于2020年的8月11号。老歌多耐听啊。
总是心太软，肝太硬。然后下一句呢？散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肝太硬，独自一个人流泪，挖深到天亮。你无怨无悔，被流向挖着深。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身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谈。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台北时间来到晚上的18:51了，距离我们的答题时间呢不到9分钟的时间，所以不要忘记了哟。花花，你又在弄什么东西呀？哦，我再看一下明天晚上直播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星座的内容啊。可是为什么我看到不是处女还是处女又是处女呢？因为啊，在玉林水宫15福的处女园当中有非常多的处女，所以我们在找寻这个内容的时候就偏向跟处女有关系的部分了。哈，处女园有这么多处女，太吓人了，那其他福的怎么办呀？哦，你讲处女有很多处女也不太对哈，这好像搞得别的福没有处女一样，也不能叫处女，是处女园有很多处女座，尤其是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处女园的副帮主汉汉，他从巨蟹座变成了处女座。啊，他为什么变成处女座？他原来不是刘翔姐姐巨蟹座吗？哦，就是因为我口误不小心他就变成处女座了，可能我记忆也不太好，我总记得他是处女座，不像三秒的灰灰啊，不像太阳爸爸，不像百里啊，我就觉得他就是处女座啊。可是他到底有哪一个特点像处女座啊？其实我不知道，你不要告诉他哦。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打一条龙啊？这个花花刚说要打一条龙，都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我们组队在这里喂蚊子吗？林雪，你说花花他在干嘛？可能在捞小剧场吧。可是我们从12点半等到1点半呢，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呢。他怎么还不出来呀？还有，你知道灵感来了，真的拦也拦不住。不行，我肚子真的好饿，我要去给他打电话，不然我就要打家暴了。他这样就是对我们的家暴虐待，帮主是这样当的吗？不行，我要去打电话。花花，怎么了？刘翔姐姐她为什么洗澡还一直往外面看呢？哦，接客。哈，刘翔姐姐现在都开始接客了，现在生活是这么难吗？在九州幻想 M 都还需要接客？哎呀，没有啦，她除了给人家看医生啊，给人家做技术员以外，她的职业实在太多了，最近又新添了职业，就是帮人家洗澡，不过洗澡有点贵，一次要20万领玉。哇，20万领玉啊，那要去哪里报名呢？哦，
就去云腰村衣服找那个叫上官凝雪的，对，就是他。然后他还提供就是像上门服务啊，比如说你手比较短，然后搓不到后面，他可以帮你。那如果你手比较长，搓到后面的话，他可以靠你搓。哈，他还有当观众的权利哦。当然有啊，不然怎么叫职业搓澡师呢？你需要吗？需要需要需要！我现在只跟气皇哥哥拿钱，我要叫刘翔姐姐给我洗澡。地点是城市某个角落，事情在午夜时刻，无聊的人常在这里出没，交换一种寂寞。我静静坐在你的身后，你似乎只剩沉默。我猜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不如就分手，放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再紧握，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沦落就沦落，爱闯祸就闯祸，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你知道就算继续，结果还是没结果，又何苦还要继续牵手。我静静坐在你的身后，你似乎只剩沉默。我猜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不如就分手，放过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沦落就沦落，爱闯祸就闯祸，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你知道就算继续，结果还是没结果，就彼此放生，留下我口时候说过的承诺，爱过以后就不要强求，从此分手不必再回头，各自生活。曾经孤单加上孤单是爱过，燃烧过你恨过，如今沉默加上沉默更沉默，再没有什么事放生，彼此留下火。
好的，台北时间来到晚上的19点整哦，又来到了我最不喜欢的答题时间。记得通知你身边的小伙伴，我们要到答题时间喽。如果答对十题的话呢，就可以获得飞扬赛亚凤凰的经验值和我们的藏宝图的碎片哦。合成藏宝图的碎片，就这个碎片最麻烦了。好，如果你是使用 APK 版本登入的同学呢，不要忘记了，今天是我们连续登入活动的最后一天哦。下一次连续登入活动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你是不是使用我们的 APK 版本？如果不是使用 APK 版本的话，记得可以下载一下，是安卓的用户才有的哟。好，首先我们的第一题，小说《解忧杂货铺》的作者是谁呢？答案是我们的 C 东野圭吾哦。因为这题我印象太深刻，是因为我当时说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多看多了。你不是安卓是什么 ？iPhone 吗？如果是 iPhone 就不能用 APK 的版本，但是你可以用我们的模拟器来玩，就可以用 APK 的版本喽。APK 的版本除值是1:2哦。第二题，收集一下何种东西可以启动战灵羁绊呢？获得属性加成。答案是第二个战灵哦。好了，下一题一定是选 C 啦，就是所有做题都会生效。这两题就是我们历史上小花版九州幻想 M 的白痴选项，就是 B 跟 C。九州幻想 M， 这是九州幻想 M， 它里面有他们的那个直播的部分，用听的，你是用看的。第三题，游戏中坐骑的属性及其被动技能在何种情况下会生效呢？答案是第三个，已获得的都会生效哦。那每一个坐骑呢，我们都可以获得9个，然后呢可以进行进阶哦。那因为要升级这个坐骑进阶的部分，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至今为止我都没有升阶过坐骑，因为懒。还有因为元宝不够用，然后荣誉值也不够用，还有帮供也不够用。如果买下去进阶那些升阶的东西，加的战力也不是很多，然后觉得意义也不是很大，就是一个数字好看。数字好看，不如把灵玉花在时装上面啊，多好看啊！站在大街上看大街的时候，你都能看见。好啦，第四题，变脸是哪个剧种的绝活呢？这题我之前说过，只要你没有吃过海底捞，你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答案是什么的话，你一定吃过海底捞，或者是说看过别人吃海底捞。答案是 A 川剧。没有吃过海底捞，应该还是有蛮多人没有吃过海底捞吧？但是我还是说，就真的海底捞要吃10年前左右的海底捞，是真的非常好吃。但现在海底捞已经过多商业化了，然后就没有让我们觉得它特别跟特殊。六七年前还 OK， 十年前的海底捞是有那个大牌，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吃猪骨那个黑猪肉那种猪骨的汤的那种汤底。第五题，床前明月光，地上写两双的作者是第三，然后是第三个答案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作者是第三个答案李白哦。谁把我教坏？你们这些混蛋！要什么心梗啊？一个梗从头用到尾好不好？这题目都没有变过，要什么心梗啊？史上最卖座的电影为汉同学，因为它是蓝色的阿凡达。答案是第四个。他那个川剧你除了讲海底捞还能讲什么，你告诉我。
不是啊，你觉得我老是用一个梗，那你要跟我讲一个梗嘛？你是，这明明是绿孔雀，你还记得绿孔雀吗？百里，你也是绿色的。第七题，非洲每天造成最多人死亡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呢？答案是我们的河马。第二个，不高兴就强暴他，就他PO上裸照给玉林水宫泉处女园观赏，谢谢您哦。哪轮不好，好的不得了，很好，非常好，好的快不行了。好了，第八题，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为何呢？答案是第一个哦，绿鲸。不要问我为什么是绿鲸。不要跟我纠结为什么是绿鲸，你知道什么是绿孔雀吗？不会，我不会吓到啊！你PO裸照为什么要吓到啊？第九题，散文《背影》的作者是谁呢？答案是 C， 朱自清哦，答案是第三个。朱自清的《背影》在大陆的国文课文当中都是要背的。对，曾经我就背过，而且呢，他们有把这个朱自清拿来搞一个那什么什么很特别的脑筋急转弯，还是骂人酸言酸语的一个那个什么东西，我忘了。如果你有很无聊的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一下。啊，我每天都很虚弱，什么时候每天没有中气十足，我都很虚弱，我虚弱的不得了。第十题，小说《老人与海》的作者是谁呢？答案是第一个，海明威哦。哦，小说《老人与汉》的作者是谁？海明威。答案是第一个。如果你前面从第一题答到第十题的话呢，就已经完成答案了。剩下的时间可以去打一条龙，或者去挖宝哦。如果你缺钱的话，挖宝是必不可少的了。像我们的七彩琉璃其实多了没有什么用，可以卖来换钱。穷光蛋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哦。那后面还有三题，如果你还没有答完的话，不要忘记继续往下答哦。虽然我从来都是报答案，但我从来都不答，因为我懒，我已经懒到知道答案也不想点的程度。第十一题，平均体型最小的犬最小，平均体型最小的犬种是我们的第二个答案吉娃娃哦。最小是什么东西？哎，拜托，哎，明天后天就没我的事情，你还怕被我吓吗？星期三、星期四没我的事情嘞，然后就要从星期五一直吓到星期一，然后我们这一期就结束嘞。你不应该痛哭流涕，欢送一下吗？第十二题，现存体型最大的陆上肉食动物是谁呢？是我们的第四个答案，北极熊啊。哎，所以今天玉林学宫十五福没有为全服的玩家提供答案吗？打半死拖懒。哦，你没有主播的时候，你可以到我直播间啊，我下午都有开播啊。你不只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脸呢。你可以放到后台玩九州啊，也可以用网页看得到啊。你可以到 FB 为我按赞啊。麻烦快下载秘密直播，你就看到我的大头了。第十三题，最硬的矿物为何呢？钻石有很久远，一颗永流传。我还没有说过钻石呢。那你可以用听的呀，你可以进去点个追踪，你就听我的声音就好了，你就不要看我啊。
我很缺追踪哎，快来帮我点，快下载秘密直播14574947，或者拉到腰部的 banner， 我有一个宣传照在上面，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可爱。啊，你不想看到我，那我离家出走，换一个联盟，看有没有人要收我。好啊，答题就此完成。下面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天气预报喽。天气预报不能放这个音乐，换一首。好，来说一下我们各地的天气啊。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仅东半部有短暂雨，午后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地区有我们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我们各地的气温都是在19到30度之间呢，白天偏热，早晚会比较凉。那关于我们的热带气旋的部分呢，苏力级台风中心目前位于吕宋东方海面，朝西北至北北西移动，直接影响地机会低。近日东半部恒春半岛西南部沿海地区基隆北海岸澎湖金门留意长浪的发生哦。那关于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扩散条件不佳，中南部地区空气品质差，我们的敏感族群要避免剧烈的活动，外出记得必须要戴口罩哦。那在我们的这个4月23号星期五之前呢，就是我下一次直播时间是星期五哦，会一星期五一直连续到周一哦。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一直连续，是因为又有主播去扫墓了。我每次听到这种代班，不是我每次代班的时候，不是我，就是是不是每个大家的家里的条件，不是条件，就是每一个习俗不太一样。为什么已经过了扫墓的时间，然后现在扫墓？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辛苦了。好了，在我们的周五呢，4月23号前呢，我们的西部闷热，空气略差。那今年第二号台风苏力基持续维持强烈台风的强度，台风将往北部移动至吕宋岛北部一带后呢，并往东快速回转离开。一如之前预测的，是不会侵袭台湾的。但台风接近时会带来偏东风哦。在我们的星期五之前呢，东西部的天气将截然不同。那西部的天气呢，比较重点是热少雨，空气差，晴朗少雨，仅山区零星午后雷阵雨哦。受沉降气流影响，温度逐日升高，中午高温可达30度或以上，哇，30度，风速弱，空气品质容易转差，尤其下午的时候注意臭氧浓度过高哦。我们的东部恒春半岛天气呢，主要是逐渐有雨啊。我们的星期三，就是明天呢，在星期三之前天气仍然相对较好。在我们的星期四之后呢，台风环流影响啊，逐渐有局部阵雨。总之，除了迎风面的东部恒春半岛可能因为台风接近而下雨，其余地区都没有看到明显的降雨趋势。就算有零星午后雷阵雨呢，对于水库的帮助仍不是很大，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然后呢，这边呢还给大家去插播一则最新的天气的报道啊。因为苏力级台风持续朝西北部移动，21日至23日将从菲律宾东方海面北上。这段时间呢，也是距离台湾相对最接近的时间，海象及天气会有一些变化，让我们。首先提醒大家最容易忽略的长浪现象啊，未来一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西南部沿海地有长浪，甚至外岛地区，在我们的周三澎湖、金门周三有长浪，周四起马祖也会有长浪啊。那在天气方面呢，周三至周六呢，迎风面地区有短暂雨，周四周五东半部有局部大雨势，中南部山区午后有短暂雷阵雨，平地降雨几率较低啊。那周日呢，一直到下周二日，华南地区有云系移出，北部及东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降雨几率较平地区比较高哦，所以大家还请注意我们相应的一些天气预报的部分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我就把那个周二、周三的周三、周四天气都预报完了，因为都没有我的班啊。好了，下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分享好了，我们先听歌好了。我们听完歌之后呢，再来讲一下我们星座的部分哦。这个星座又来到12星座相关的部分，我们要来讲一下12星座的人生态度哦。还有什么在外过夜会认床？哎，你会认床吗？所以下面要听歌哦。等一下，按错了啊啊！我错了。好了，下面来听一首歌，叫《我不愿以第三人称代替你》，是我今天无意中听到的好听的歌曲，我还没学，所以就用放了啦。
知不觉，我的心早已牵着你。轮胎还在播着歌曲，是你曾最爱的旋律。忽远忽近，你的身影出现在我的梦里。虽然我们无法解释那些感情谜题，可你在身边的每一天都诠释着谜底。我不要总是以第三人称代替着回忆，你偶然记起你的名字从何起，悄悄坠入我。我不愿以第三人称代替你。下面要来讲我们的星座的部分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快要到篝火的时间了。现在还有十几分钟，如果你还没有打一条龙的话，那是你最好打一条龙的时间了。通常我们答题完之后就是一条龙的时间了。下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座的部分呢。我们的十二星座的人生态度哦，好的态度才会有高度，所以是哪里高？腿短就腿短，哪里高？好了，我们的牡羊座呢，一辈子只活一次，想做就要去行动。牡羊坚守一个原则，想做的事不要只是想，起身行动才是对的。不用管失败或成功，去做了就会有它的意义。人生只活这么一次，就要活得很灿烂呢。那我们的金牛座呢，做好最坏的打算，做了就能够承担了。金牛的人生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下定决心前会思考很久，把一切可能都想过，准备好对策呢，才会展开行动哦。不轻言放弃，边做边调整的往目标迈进哦。那我们的双子座呢，
天使恶魔在拉扯，但还是勇敢做梦啊。双子是一个连自己都摸不透的人，想法时常变来变去，在现实与梦想中拉扯，但非常勇于尝试，反正大不了换条路走，即使不断自我拉扯，步伐也是往前走啊。那我们的巨蟹座呢，希望人生是美梦啊，却又害怕是噩梦。巨蟹的人生是保持期待的，总是有美好的想象在脑海中，但是内心的担忧会限制他们的行动，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个不小心美梦变噩梦嘛。那我们的狮子座呢，不会做丢脸的事，只会只走会成功的路。狮子的想法呢是很实际的，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失败，为了拥有别人目光里的崇拜呢，有足够的信心才会出手哦。如果成果不如预期，下次一定做得更好。三月里的小花，像不四月吧？好了，下面来说我们的真处女座巨蟹，处女巨蟹座和的处女座的人生活态度啊，无法接受犯错，人生规矩有百业多。哇，处女座有这么多规矩吗？处女座呢，对自己真的很严格，但犯了一点错就会感到懊悔不已，总是要放大镜检视着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没有一次不把自己逼到一个极致，很难放松啊。所以送给处女座放大镜做礼物是不是最好的？那下面要说的其他星座的人生态度是，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最好的星座。首先来讲的是我们的天秤座，会寻求平衡的人生，中间值得最佳的选择。我们的天秤座在我们的九州幻想 M 里面，我只知道星野，其他我就不太知道了。天秤的人生一直都很平稳呢，在起伏的人生中要维持平衡的状态很不容易，是需要付出很多心力的，别被他们的怡然自得骗了，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天蝎座看起来天真浪漫，其实害怕受伤害。天蝎很多时候很靠感受，内心会有一些想不顾后果去做的事，不过他害怕受伤的心了，最终还是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疗伤对他们来说太漫长太辛苦了。射手座呢，看似冲动却有脑子啊，不怕跌倒也要冲。射手座呢，给人很莽撞的感受，殊不知他们的行为都是想过才做的，绝对不是一时冲动。不怕跌倒的他们呢，总是敢去尝试别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哦。人生的精彩故事非常的多。那我们的摩羯座呢，思考缜密又谨慎，有把握才会出手哦。摩羯的人生是一步步为营的，思考事情缜密的程度相当严谨，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呢，都已经考虑再三，相对也会很难被别人说服，因为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下面是来说花花水瓶座，天马行空的脑袋怎么可以不试试呢？我真的是个脑子有坑的人。水瓶不合常理出牌是很正常的事，没有准则，没有尺度，只有一颗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心。我一点都不好奇。能屈能伸的性格让他们弹性很大，对我皮肤真的很好，很 Q。就试着让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吧。最后来说双鱼座，脑子做了好多梦，却在原地都不动了。双鱼完全是白日梦的代言人。无时无刻对人生有各式的想象，不断跟身边的人分享，虽然不一定会付诸行动，但这些美好的蓝图是他们的动力啊，让他们对未来抱有期待。以上就是我们十二星座的人生态度了。下面来说要在外过夜会认床，总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入眠的星座，有没有？有没有你呢？首先啊，我其实没有想过第一名是你，太吓人了。会认床吗？采访一下，百里会认床吗？玫瑰桃会认床吗？伊夏会认床吗？狐狸会认床吗？冰冰会认床吗？太阳爸爸会认床吗？雪雪会认床吗？好了，子夜你会认床吗？你回我狗屁事，不会认床哦。谢谢小恶女。哦，百里说不会，是不是？好，你听着。处女座，第二名摩羯座，第三名巨蟹座，第四名双鱼座，第五名天蝎座，第六名金牛座。会认床呢，一方面是因为安全感不足哦，容易到新的环境就焦虑，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说穿了，
这几个星座其实很容易没什么安全感，延伸到生活上的习惯，关于睡觉这件事就很明显了。只要在外面过夜呢，总是会比较难入睡，因为不是在一个熟悉的自在的环境哦，心情无法放松的状态下呢，能翻来覆去好一阵子才能睡得着哦，这也是很困扰他们的问题。所以建议有时候外出住宿呢，可以带点自己平常习惯的贴身小物或是睡衣，更容易让自己快速入眠。所以希望各位要带自己的贴身的那个小内裤之类的吗？好了，马上来说十二星座忘记一个在乎的人需要的时间呢。所以采访要七皇哥哥，你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火狐狸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一下忘记一个人要多久？同月忘记一个人多久？还没忘啊？是到现在还记得吗？哦，对，七皇哥哥家里还有前女友的内裤，那个。哎，这叫爆料对不对？偷爆料一下，就是七皇哥哥的前女友非常的聪明哦，他把那个他的什么衣服藏在七皇哥哥的厨子里所有衣服的最下面，因为七皇哥哥最近要搬家，然后发现他前女友的内衣内裤怎么都在那个下面呢？所以交给全服的女玩家，如果想要干这件伟大事情的话，嗯。所以那个男生就开始去翻箱倒柜，看一下自己的厨子里面的那个衣服下面有没有就是前女友的什么东西，会导致误会啊，所以要检查一下。好啦，我们的牡羊座呢，忘记一个在乎人需要的时间是三天呢。牡羊不喜欢把伤心的事放在心里太久，对于离开身边的人，也会试着把他从在意的圈圈里挪开，觉得人生值得自己去追寻的事情很多，不要追着在一个忘记的人身上，我没有情缘。金牛座会要五年哦。金牛座对于很多事情都是闷不吭声的，不说出来不代表没有事情哦。然后只是不喜欢被别人问起，自己也不喜欢提起那些曾经是生命中重要的人，要忘记谈何容易，只是日子还得过下去哦。那下面是双子座，会在某个瞬间就忘记一个在乎的人，某个瞬间这么快。双子要忘记一个人的时间其实有长有短呢，有些人会很难忘记，有些人可能一下子就不在意了，问他怎么可以忘记呢，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啊。哦，只要我做情缘只有一个事情，我只跟你结情缘，然后我不会理你。好了，下面来讲述的是巨蟹座。巨蟹座是一辈子，所以玫瑰糖是巨蟹座吗？我凌乱了。巨蟹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只要认定是重要的人，就是一辈子的在意哦。即使对方已经离开身边了，对他来说，在生命中存在的意义很难忘怀，每次提起都是还会感慨万分哦。哦，就没情缘是因为麻烦嘛，就是我就是懒人啊，超怕麻烦的啊。狮子座呢，三个月哦。狮子不是不重感情，只是比较快认清事实，不过不被过往羁绊住自己的脚步哦，试着把它们转化成前进的力量。不论是好是坏的经历呢，都是人生的养分，给自己一点时间调整好情绪，就能再出发。那我们的处女座忘记一个在乎人需要多久呢？需要一年半呢。处女对于离去的人无法放下的是为什么他会选择离开，容易纠结在这样的想法里难以摆脱。要忘记一个人，往往就是从这样的情绪里脱困的，才能好好的重新前进。我们的天秤座呢？忘记一个人需要两年呢。天秤在与人相处上呢，大多会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是因为只要在意了，就会很难放下。为了避免自己到时候的难以抽离哦，保持适当的距离，为了让自己可以荡然的去面对彼此失去的交集。那天蝎座忘记一个人呢，需要一年的时间。天蝎的爱恨分明，让他们越在乎，就会越容易转换成负面情绪。对于在乎的人离开身边，往往是很不能谅解的，会在心里气上好一阵。当愤怒的情绪散去，就再也不想提起这个人了。那我们的射手座呢，是一个星期哦。射手对于人生是向前看的，对于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不太强求，在乎的是共同经历的时光里是美好的、灿烂的。若无法一直
互相陪伴彼此，就代表彼此的缘分只能到这咯，那就好聚好散咯。那我们的摩羯座忘记一个人是要半年啊，摩羯是很理性的人，大部分还是以自己的未来为主、当原先在乎的人离开自己的生活圈，所以需要调整的是如何重新面对原本把它放进自己未来的规划里，需要花一点时间进行调整。然后下面时间来到我们的19:29呢，如果你还没有首当回到我们的帮派当中呢，你现在就可以回帮派了，我们的帮派烤肉肉时间要开始咯。好的，我们的水瓶花花做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他说2年，跟你讲我也觉得不准看事情状况，水瓶看似对很多事情都很淡定了，但是因为本来就不在意，能让他们在意的人事物不多，要是在意了就很难放下，就是如此的极端哦。虽然日子还是要正常的过，但心中的想念只有自己才知道。最后来说一下双鱼座哦，那是3个月，双鱼给予爱的时候是很浓烈的，相对他们也很需要爱，当在乎的人离开生命的时候，会需要寻找新的依靠，只要重新找到一个在乎的人，就能够把前一个在乎的人放下了。这边还有备注哦，时间的长度呢，代表是一种比较的概念哦，是比较啊，不是绝对的部分哦。好，下面跟大家说的部分是关于12星座藏在心底说不出的伤，这个痛会在心里很久哦。所以我们还是跟昨天一样，我们来挑着说，因为我们的处女座犹豫过多，所以首先来说处女座哦。处女座藏在心底说不出的伤口呢，是信念瓦解，完美设定被破坏哦。处女座对于人生的每一个部分呢，都有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期望要努力达成的模样，只要有偏离轨道或是不完美的地方呢，就会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也会用自己的标准去看待这个世界。他们自己知道这样不完美的地方呢，他们自己知道很累，但却始终改不掉这个坏习惯。面对那些不如意的事呢，嘴巴上叨念是避免不了的，但无法释怀的是，绝对是破坏他们人生计划的那些人事物哦。不论那些事情在别人眼中严不严重，对处女座来说呢，会是像是心中坚信已久的信念瓦解般的崩溃哦。就算表面看起来复原了，只要一再提起，就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很难过的去的。这个对处女来说呢，绝对是大伤啊！除非她自己提，否则最好就别在他们面前提起。其实他们提起也不要围绕这个话题太久啊，否则最后会有点难收尾哦。哦，这样讲起来真的有点痛苦的感觉啊，七王哥哥，所以你就一直摆烂吗？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头晕，所以如果有想听个星座，你就说；如果没有特别想听个星座，我就不讲，我觉得太头晕，不要知道不要那么多不好。我们来说巨蟹座，巨蟹座说不出口的伤是不被珍惜，却又舍不得放手啊。巨蟹座的内心比我们想象的强大许多，只要他认定的是在乎的人，绝对是会先付出，先让对方感受到他的在乎，但非常需要对方的回应啊。其实他们嘴上不说，其实他们行为上依旧任劳任怨，其实可能内心已经受伤了，他们不习惯把在爱里的胆怯说出口，一方面是不想面对，一方面是害怕会给对方压力哦，难以轻易割舍，却又不舍得不被对方珍惜，往往会被他们藏在内心深处不敢说，这样的感受会让巨蟹很难受哦。如果在乎巨蟹，请不要这样伤害他。厉害的是，巨蟹即使反复伤害。反复受伤，每次遇到的时候呢，依旧还是会选择奋不顾身呢、心底深处依旧想要相信自己能遇到同样爱着的人呢、然后下面要说什么，你们没有特别点，我就不说，因为我发现这个说起来好伤痛的感觉哦，好伤痛啊！我下次不要找这么伤痛的东西。好了，那我来讲自己的好了。如果你没有特别要说的，我就不讲了，觉得有点太伤痛了。我们来讲欢快点内容吧。好了，来讲花花水瓶座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伤痛哦，失去自由，没有自己的灵魂。哦，我觉得失去自由对我来说真的太痛苦了。水瓶座算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颇为淡定坦然的性格，不强求别人，也不为难自己，即使面对感到后悔，
的事，也会想办法让自己慢慢消除后悔的感受。很多事情会去找到心中解套的方式，好像没有事能够真的去伤害到他们。然而让水瓶座最害怕的就是失去自由，像是无法选择的人生，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如同没有自己的灵魂一般的活着。失去自己是水瓶最无法承受的，那会让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而失去生活的动力。没有任何一种伤会比失去自由更让水瓶来的无力招架，所以会尽可能的在保有自己最基本的能拥有的自由，那是任谁也很难夺走的。好，我们现在来讲说，忍不住会把事情往坏处想的星座哦，不知道有没有你啊？我觉得我是不会把事情往坏处想的，因为我会想的太美好，这是水瓶座的通病吧。忍不住会想把事情往坏处想的星座，第一名是摩羯座，第二名是天蝎座，第三名是巨蟹座，第三名是双鱼座，第四名是巨蟹座，第五名是金牛座。摩羯跟金牛呢？什么叫单身的自由？我觉得我觉得有男朋友会有老公也有自由啊，为什么有男朋友老公就没自由啊？摩羯跟金牛习惯先想到最坏的结果，然后做好准备，不是单纯悲观的猜测，而是一种预防啊，是为了把伤害跟冲击降到最低。天蝎跟双鱼呢，跟巨蟹就是会忍不住庸人自扰，不断想一些不好的结果，吓得自己睡不好，也不敢行动，不自觉悲观，总是自己在吓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会自己吓自己？为什么？好，下面要跟大家分享是不追求完美，懂得接受自己缺点的星座。哇塞，看到下面有我就觉得哇啊啊啊啊啊！第一名是花花水瓶座，第二名是双子座，第三名是牡羊座，第四名是射手座，第五名是金牛座。上榜的五个星座呢，不追求完美，比起完美，他们追求的是不断的进步，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有满分的人，与其因为缺点就讨厌自己，学会接受自己的缺点，其实可以活得更开心哦。缺点有时候可能也是一个优点，优点有时候也可能是缺点，关键是只要做好自己，让自己不断的更好，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也觉得有缺点正常啊，是人都有缺点啊，没有人是完美的人啊，就是有的人声音特别好听，然后可能长得不好看，有的人长得特别好看的话可能个子不是很高，有人身材很好可能胸部不是很大。哎，为什么扯到这里啊？被打、我脑子为什么扯到这边？好了，怕对方不在意啊，一样的是会重复说好几次的星座，怕对方不在意。为什么会有你？哎，七王哥哥太意外了，而且还有刘翔姐姐，太夸张了。我说什么了？我没有。第一名是我们的处女座，七皇哥哥真的会一直讲哎。第二名是刘翔姐姐，巨蟹座。对啊，刘翔姐姐也是会一直讲哎。第三名是天蝎座，然后第四名是金牛座，第五名是摩羯座。我觉得摩羯座还好哎，摩羯座不会呢，他讲完如果你不听拉倒哎，我认知是这样子哎。那上榜的五个星座呢，会给人一种碎碎念的感觉，其实不是他们爱重复讲，而是觉得对方好像没有听进去或是不重视啊，他们才会忍不住一直说，是一个重复确认的概念啊。如果是他们很在意的事呢，也会一直重复说，生怕有什么遗漏啊。所以我应该很开心，谢谢青黄哥哥啰嗦哦。好，下面要跟大家分享说的是受不了笨蛋同事会忍不住抱怨的星座哦。第一名是我们的双子座，第二名是为什么也有处女座？第三名是水瓶座，第四名是巨蟹座，第五名是射手座。我们排二三四呢。果然我们是一起的嘞。受不了笨蛋同事，真的会这样哎。其实我们的关系很好，这跟这有很大的原因，绝对脱离不了关系的。双子水瓶呢跟射手不太喜欢抱怨，因为觉得抱怨无济于事，但对于一些超过他们忍耐限度的人事物还是要抒发一下的。他们最怕就是做事不用方法，不喜欢动脑的人，这样的人呢总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处女座是有自己一套标准跟方法，其实不全然是要别人跟着他们的方式，但无法接受的是没有做好又理由一堆的人，那就会让处女座感到很崩溃，不抱怨一下的话实在很难继续跟对方共事。那巨蟹很多时候不
太会表达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一个默默把自己工作做好的人。但是遇到会让他们无法顺利完成的进度，或是让工作变得很难进行的同事呢，也会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会找身边的家人好友抱怨一番。哎，其实我也会有哎，我就是就像我最近在打战的关系。除了玩九州换成 M 呢，还玩万国觉醒。最近我们在打 KVK 啊，如果你有玩过万国觉醒的话，你就知道打 KVK 的时候就遇到那个结盟的国家，结盟的国家里面有很多长得不好看的妹子，没有长得好看的妹子，嘴巴又很贱的妹子。就是我们算联合的部分，然后又算那个什么，也算是共事的同事吧。就光出一张嘴，唧唧歪歪一大堆。然后我今天下午刚开播的时候，在秘密刚开播的时候，我大骂了一通，都快被他们气死了。长得一个漂亮的脸，做了什么混蛋事情啊？气得要命。听得辣叉的是相当的痛苦啊。好，下面再分享一个星座来给大家唱歌哦。欸，我点去哪里了？好了，下面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个星座呢，是吵架总是嘴硬心软，没有明说却想和好的星座。这应该没有我吧？如果真的吵了，我就不爱理你了，还要嘴硬心软吗？第一名是我们的双子座，第二名是狮子座，第三名是摩羯座，第四名是双鱼座，第五名是牡羊座哦。双子跟双鱼呢不太喜欢吵架，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先让步哦。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如果他们真的吵架了，就会得理不饶人，平常的伶牙俐齿用在吵架上更是威力大增哦。即使想好和他们，也无法讲好听的话，这是他们一吵架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哦。狮子跟牡羊很容易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只要被激怒就很容易失去理智，不小心就会讲一些气话，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却一定要争个输赢啊，导致常常没有台阶下，也不知道怎么办，想和好呢也只能等对方给台阶啊。摩羯在相处上很理性，即使吵架还是秉持着好好沟通的态度，但知道如果对方有错在先呢，他们是会很严厉的。但对方不认为自己有错，两个人就很容易在僵局里。因为摩羯其实心软了，还是会觉得问题不能不处理哦。对方要知道自己的错误才行哦。好了，我看时间还没有到我们的45分哦，所以还在分享一个就是看起来很慵懒，其实做事超有效率的星座。我觉得这一点一定会被骂，我觉得一定有我。谢谢分享。第一名是我们的天蝎座，第二名是双鱼座，第三名是天秤座，然后第四名是我们的双子座，第五名是画画水瓶座。其实我做事真的很有效率啊，就是我想我有如果派给我的任务啊，我想立刻做完它，那我这样可以做别的事情，然后就不用天天就框在那里，然后哪里也不能去。但是像如果像我们在准备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就很懒，就是会很拖。我有那个懒癌晚期，然后有严重的拖延症，非常严重，严重到我前面2小时前跟你在讲的事情，然后后面我还在讲，就还没有去。像我昨天跟那个七王哥哥在讲东西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去洗头，然后我从10点讲洗头讲到12点，好像还没有去。对，我除了做事，我做事非常有效率，但是有很严重的拖延症，是真的，非常。哎，忘记了，谢谢84伏的贼快哥，你的香水，谢谢。你说小花，你好38，我好喜欢你。谢谢，听说38也是一个特点。好啦，天蝎跟双鱼走的是心思细腻的路线，看起来很温和，好像动作很慢，但其实细心的他们呢，绝对不会漏掉任何的细节，让他们透过每次的经验累积，越来越能快速掌握事情了。天秤的优雅气质是众所皆知的，但不要被他们的优雅给骗了哦。他看似悠哉的节奏里呢，所有的步骤都已经在他脑袋里计划好了，所以事情总是可以准时，甚至提前完成哦。双子跟水瓶是天生带有点小聪明的，做事不一定会直接按照指令哦，会快速思考是否有更好的方式，让自己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完成，这样才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运用哦，让他们可以看起来毫不费力。
好了，以上是看起来慵懒，其实就是超有效率的星座。你说什么？你说排除拖延症，我做事很有效率。我做事真的很有效率啊，因为我觉得事情应该先做完，不要拖拉的很烦啊。你没有做完事情就一直在那，一直在那，一直在那，烦死啦！眼不见为净。好了，台北时间来到晚上19:44，还有30秒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玄武禁地哦，不要忘记要进去哦。下面来给大家唱歌吧。其实我也没想好唱什么歌，我脑袋是空的。就是那个七皇哥让我学那歌，我现在又有点旋律不知道忘记哪里了，也不能唱，我往回拉吧。这个时间应该唱快歌还是应该唱慢歌呢？哦，我之前在我的官方 LINE 有看到有人非常喜欢《呼吸和你》这首歌耶，所以我来唱《呼吸和你》好啦。谢谢小尊尊，快进玄武禁地咯。凌晨3:30的空气，用力呼吸代表想你，屏幕前微笑着的你，读不出我的消息，可以落入你设的陷阱，漫不经意的不在意，牛是自己的看清距离，慢慢靠近，每次相遇我就有一颗星星，换了好多观念就有了银河系，这本书小情节是我手脚下的伏笔，你的笑也那么清晰，如果说故事的结尾是你，过去危险没关系，怎么配合都可以，如果下一次遇见我会告诉你，你决定我每个梦境那么神奇，地球接球脱离不了地心引力，兜兜转转了几个圈还是爱你，凌晨3:30的空气，用力呼吸代表想你，用屏幕前微笑着你，读不出我的消息，可以落入你设的陷阱，漫不经心的不在意，各自自己的感情距离慢慢靠近，如果前路上我有过一颗星星，想了好段光年就有了银河系，等一下消息后就是我时间下的伏笔，你的笑也那么清醒，如果说故事的结尾是你，难免危险没关系，怎么配合都可以，如果下一次遇见我会告诉你，你决定我每个梦境那么深邃，就像月球体离不了地心引力，兜兜转转了几个圈还是爱你，如果下一次遇见我会告诉你，如果下一次遇见我会告诉你，你决定我每个梦境那么神奇，就像月球脱离不了地心引力，兜兜转转了几个圈还是爱你，如果下一次遇见我会告诉你，你决定我每就像月球脱离不了地心引力，兜兜转转了几个圈还是爱你。哎，突然间有点智障哎！不要忘记要进我们的玄武禁地哦。现在还应该还是有人都没有进去哦，不要忘记要进我们的玄武禁地哦。从未有人像我这般去看我生命的遗憾，都
都辗转的期盼，有你在身旁，像似好似有伴。如果可以陪你哭泣，伴你星星，在你千辛万的星星，我想和你紧看岁月山川，看海上的船帆，看火烧云湾，望着你眼眸轻轻诉晚安。我想和你走遍大江南岸，沿途寻你许欢安，品尝人间温暖，感受四季变换，日子平凡简单。如果可以为你哭泣，伴你星星，看今天今晚的星星，我想和你静看岁月山川，看海上的船帆，看火烧云湾，望着你眼眸轻轻诉晚安。我想和你走遍大江南岸，沿途寻你喜欢人，品尝人间冷暖，感受四季变换，日子平凡简单。我想和你静看岁月山川，看海上的船帆，看火烧云湾，望着你眼眸轻轻诉晚安。我想和你走遍大江南岸，沿途寻你喜欢岸，品尝人间冷暖，感受四季变换，日子平凡简单。晃晃晃晃，怎么了？刘翔姐姐为什么抱着那个小哥哥的大腿啊？就抱大腿呗。啊，那为什么抱他的大腿啊？难道是你腿不够粗，他不抱你，为什么要抱别人？可能那个小哥哥的腿比我粗那么一点点。哈，难不成是他昨天在跨服的 BOSS 没有打到吗？现在要抱一个小哥哥的大腿来帮助他打 BOSS？ 哦，有可能。啊，刘翔姐姐怎么这么快？她去抱大腿怎么都不叫我呢？拜托，大腿就两根，她抱了一根，你还想抱另外一根啊？当然啦，我们要维持平衡嘛。她抱了那个小哥哥的左边，我就要去抱右边。那你为什么还不去啊？因为那个小哥哥他有点高，我腿有点短，好像有点抱不到，我还得想办法。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就想办法飞上去呗。啊，那刘翔姐姐到底怎么飞上去？她都不告诉我，她这样好意思吗？对得起我吗？我这么喜欢她，怎么这样欺负我呢？啊，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我好生气哟！哎呦，别生气了，好了，我帮你去问下那个小哥哥的腿要不要给你抱，好不好？还是花花对我最好了，花花快去快去，我要抱那个小哥哥的大腿。好了好了好了，我去问了，别吵别吵别吵。好，台北时间来到晚上的19:53了，今天的时间过得好快呀，每天都过得好快呀，好快呀，好快呀，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现在只直播是星期五哦，没有从星期五一直到下个星期一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了。然后星期五那天呢，比较悲惨，就是星期五的6点跟10点都是我，一整天都是我。
好了，我们要在星期五的那一天再见啦。从星期五一直到星期一哦，都是我，然后我们就到了尾声了。等到星期一就是我的最后一期了，最后一期到底要说什么呢？其实我现在没有想，等到最后一期再说吧。我们的第四期的主播陪伴大家的时光也慢慢的接近了尾声，听起来有点伤感哦。在第一期跟第二期后来结束的那最后一期，其实我真的有点伤感，就是真的陪大家陪了好久呢，要结束了，哇，那感觉真的哦，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后来没想到又有第三期，有了第三期之后呢，又到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做封面写一个终字在上面，就是结束了，叹气。然后有很多人来跟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还有直播之类的，这完全要取决于九州幻想 M 的官方他们的规划跟 schedule 的部分哦。所以呢，又来到第四期的尾声，也是慢慢在倒数哦。虽然听起来还有五次直播哦，五次就是十个小时，但是时光飞逝哦。也非常谢谢大家从2020年11月25号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哦。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不管你有没有还在游戏上，或者是您在我们的游戏上就地去世了，都很谢谢你陪伴我们度过风霜雨雪。好啦，最后时间来给大家唱歌哦，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啦，星期五再见啦，不要忘记在福利当中领取我们的防御果实，也不要忘了聚宝盆每天的九千元宝啦。最后来给大家唱首歌叫心动，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记得我们的活动不要忘记哦。我是小花，大家晚安啦，小星期五再见。在其余时间想要见到我的话，要到我的直播间啦，详情请登录我的 Facebook 或是我的 YouTube 或是秘密直播。转角遇到你的第一眼，用此刻我只要记住你的好，太多问题我也不想要答案，童话的谜语，星星收藏我对你说的话，这感觉我对你甜蜜的魔法，新鲜化作一次彩色的笔，谱写有爱的世界，心动就不要在意，心动成爱的明星，让我们拥抱好天气，爱恋的日记陪着我的你，就是想靠近你淘气的猫咪，心动就不要后退，心动就抛弃距离，你会是我全部记忆，我们的默契颠倒了时光有什么可惜，我相信我会爱的唯一。星盘为爱情转动的奇迹，每一刻都有是心动的奇迹，演绎一段故事不需要煽情，可以很有趣，星星收藏我对你说的话，这感觉我对你甜蜜的魔法，走过街口我用爱的蜡笔描绘我的世界，心动就不要后退，心动就爱的明星，让我们拥抱好天气，爱恋的日记真正想看你，就是想靠近你淘气的猫咪，心动就不要后退，心动就爱的距离，你会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的默契颠倒了时空有什么关系，我相信我会爱的唯一，心动的感觉幸好我相遇，心动就不要在意，心动就爱的明星，让我们拥抱好天气，爱恋的日记陪着我的你，就是想靠近你淘气的猫咪，心动就不要后退，心动就忘记距离，你会是我全部记忆，我们的默契颠倒了时空有什么关系，我相信我会爱的唯一。